早安，在多伦多的第二天，带钱包啊，出发！我们现在要走去家里附近的一个 supermarket。我们刚刚采购了一盒白色的蛋。胖胖的手上有一把葱，跟背了一坨食材。现在要慢慢的走回家，把这些东西放到冰箱之后呢，再睡一下。再睡一下不是，这差不多要出门了。休息一下之后，等等要来去圣罗伦斯市场吃午餐喽，出发。现在这个人怎样？因为网路而很苦恼。是啊，有点苦恼。是啊，重新开机好像是可以的呢，鹏鹏。三句出来了。他成功解决了。成功解决了，现在要重新开机呢。番茄跟蛋，然后鸡肉串跟番薯。是刚刚店员推荐的，然后是红茶类型的。然后我有点后悔点热的，因为现在超级热。现在外面现在几度啊？27度，超热。你把那个。
这个纸弄在外面，这样好臭。他用的，不是我用的。为什么？擦包的老板用的。为什么想把它移走？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